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长庚，祝萧敬腾萧队长生日快乐！很开心通过这就是原创的节目，对萧敬腾队长还有他的音乐都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我也想像他一样，永远热爱音乐，永远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萧敬腾队长生日快乐！